今天的双狮没在开玩笑啊！哇，numbers don't lie，看看自己有多少个小黑文，吼吼吼！哦，追了追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下去了！哇，漂亮漂亮！哎呦，哇！在影片的开头，我必须先自首。今天我总共抢了三个人的浪，我太烂了，不好意思。如果那三位有在观看的话，在此跟您慎重的道歉，我真的太烂了。喂，哇，哎呀，漂亮！巴顿特上去，哎呦，射出去啦！今天既有能量，哇，这风也是吹得漂亮。Offshore wind all day，吼吼，管喷的你不要不要的，太爽了，没问题的。哎呀，漂亮漂亮，哎呀，漂亮一个大甩，哎呀，漂亮一个大甩，上了，漂亮一个左抛，哎呀，vertical。身为嘴炮摄影师的观众。怎么可以不上节目呢？太帅啦！不拍你怎么行啊？哎呀，来了，浪，哇，漂亮！哎呀，后面啊，该拍谁呢？哇哇，这几个人，几个人，哇哇，还有机会，等他拉起来。哎，我尽管。哎呀，vertical，太帅了，受不了，今天太激动了啊，惨。The worst possible day to learn surfing。今天应该是要学冲浪比较硬的一天呐、啊。哇，你看这浪型，哎，小心抢浪，漂亮！哎呀，哎呀，漂亮！哦哦哦，绕绕绕，哎，女生，哇，强强！今天能下这个浪的都是强，能 paddle out 的都是猛，哇！个个都是猛将哥姐，啊，漂亮！哇，哦哟，这个 roundhouse 漂亮了吧？哎呀，再一个 snap，再一个 roundhouse，哦哦，跳跳跳，啊，可惜没了。哦哟哦哟，给你逮到右跑，右跑没东西吧？还有，哇，机会是自己创造的，哦，我追追追，有没有？啊，没了，软掉，棒！哇，你看，又吹起了 offshore wind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喷管呐，喷管呐！哇，英俊的狗！哎呀，哦，哎，跳跳跳！跳哎呀，哎，哇，这个风好大，这风好大，风把人吹掉了。哦，风一个转向，哎呦，漂亮，air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小狗，哦，追浪，百花王子，哦，起身，漂亮，啊，不错，哦，另一个百花王子，后追。哎，差一点点，上来，我后面，后面，哎呀，漂亮，漂亮啊！可惜呀，我这有机会，这个可以，哎呀，漂亮，哎呦，漂亮，off the lip，一个动作，10分，哇，哎呀，前面没录到，太可惜了，这漂亮，哇，哇。哦，敢不敢下？下就你的了，漂亮啊！洗掉，吧，哎，有了，哦，漂亮，哎呀，漂亮漂亮，继续加速，喂、哎，哇，灵活的扭动，看我扭扭扭，我擦，我擦，哦，这管。受不了啊！有了，勇者，勇者就是你，漂亮！啊！
啊，漂亮一个 run house。哎，有，我去，漂亮的抽板。真正的 local 还在观望。哇，沉思的男人最有魅力。正要下水的人们，哎，热身，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哇，走，啦啦啦，啦啦。观众广告时间，白花冲起来！哇，要订阅嘴炮摄影师 Server Lens， 很好。哇、哦，漂亮漂亮！啊，前面没录到这位老外，哇，回家了，好吧，回家吧，回你的国家。又有名勇者要挑战台风浪啦！哇，这走路的方式不简单啊，是名勇者。挑战台风浪 ，Go Go Go！ 哇，这个 offshore wind 吹的真是不要不要。有了，哎呀，漂亮！哇，漂亮一个左跑，漂亮的回旋踢。今日白花公主配上今日白花王子，我不要白马王子，我只要白花王子。我有好多人追，谁也不让谁，但是，抓！抓哦，还有机会哇！选择了右跑，可惜浪不给力。哎，这里也选择一个右跑，哇哇哇！这牛这牛，哇，蛇形，漂亮的蛇形。哎呀哎呀，一个啊，趴板，太屌了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趴板很像海狗。哦哟，漂亮啊！哇哦哦。哦哇，是我的白花王子！哇、哦，哇，漂亮！哇，也是我的白花王子！哦，大管大管大管！哦哦哦哦哦哦，逃命吧！结果，啊啊啊！没事没事，还有还有，哇、哦，哦，棒！画面中身材较好的是我们的。教学组 Fendi 姐，有兴趣一对一教学冲浪，可以来双狮的浪花舞找他们报名，非常的专业。开合跳啊，开合跳，开合跳啊，开合跳！哦呦，这大的，这大的啊，漂亮！尽管没有绑，哎呀，洗下来。每当能量一大 ，inside 就是一片白花。有人问过我说，哎，长板该怎么出去这种非常 messy 的状况？所以我今天就拿了一张 Costco 板。滑出去了，有兴趣了解大浪该怎么拿软板或是长板出去的朋友，可以看看我的下一支影片。那今天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就当我们要说拜拜的时候，外面拉起了一道巨手，吧，好吧，没人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我是 Darren。